黑椒了吧？萝卜黑椒。那介多嘞，男的没喂，我们是没搞自己，我自己生个多嘞喂，我们要，冇平常。冇呀，伢是介整的男的是来你也没喂。冇喂，冇喂，我们是那冇喂这个。哦，冇喂这个，你冇爱喂的蛋嘞，你也没胎也没换。一马路呀，你抓过呀？那夜马也有点变回屋企的女性，那也吵。但是酒也有点穿干洗。莫你外吗？莫外马路宽，听到有东家夜马有东回屋，东啥东乱，我啥东嘛？你记唔得？但是呢，你自己讲要牙改呀。我后咪容易收定咗个乱，你又整啱啊？冇牙过呢个，你牙莫个你装只改冇方便，怎么玩一个？牙改了改断了，那改了嘞什么的，牙齿呢要理那些了，我理就没不好。妈，嗯，你这改弄的来的？这老太早来的，我要烧的，我讲你讲婆婆行的话，没改过个，烧的这改弄给他妈烧吧，烧啊！奶奶还是你烧？放上老丁嘛，放上老丁，给我玩玩的见个，你放上那个屋企头屋企放烧个，给我玩见。嗯，也得了哈。搿只讲个我是傻夸个，乱乱的嘞。那就改龙虾。你讲个买回来？没有改了，你是那点哪里买的改的？讲个没换了。冇买的，买回来冇换的，没事，换就换去了。自己换改了呗，啊，放就放去啊。他一个在换了，这改弄了，没事，给你两块五个，没事，再给他装一个。那还说了，人生就才能改多了。你见不得个女的东西改死嘞，整得咁难压了呗？那改死的少少的得了吧？我真的很不理解，我爸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鸡肉可以买，鸡蛋也可以买，非得要养，搞得这里脏死了，还得我们来收拾，还有臭的。